最后一个实习项目就是回到现实，就是一堆破活。都选好了，三和八，四和八吧。哦，他们都只选两个。啊，这个呢确实有一定难度，就是一个翻译的工作。他英文太好，对译成很大的打击。郭丽，我可以约个明天上午给你汇报的时间吗？做一个口头上的汇报。哦，直接就汇报了，这要拼命了，最后要争着 offer。郭丽先有吗？嗯。彼此都好关注。你做完前两个了？还没有。我这儿有一个新事儿，来不及。哦，石律，我也可以选那个吗？微妙啊，微妙了，大家还是较着劲呢。方便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公司的一个章程，相关的一些法律纠纷，您刚才有机会可以去获取。一句话没说。今夜才有备而来。我准备今天晚上写完。